来，我们现在 YouTube 上面是，我先做个目录，在我们现在录的这一段影片当中啊，是我们 YouTube 的位置是在文殊天方，那大部分过去1个半月来啊，或者2个月来，是安的翻译作品都在这边。不是中翻英或英翻中，还有就是在台湾早期流行的广东客家闽南语，或者是国语啊。那我们今天大致上录有40个画面呢，只是当做存档的目录而已啊。可以的话，各位如果有兴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照着上面的关键字，在文殊天方的位置，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影音了。是，来，我们看看现在时间点，OK 吗？是，现在是2017年6月9号周五凌晨的2点半左右，看到左下方的。2017年6月9号周五凌晨的2点34分，好，现在我们开始录画面了，短短的嘛，也许3、4分钟，3到4分钟就可以把它结束了，就当做一个索引，OK 吗？是，好，是啊，那不晓得完不完整，基本上我会录个35个画面呢。都是静止的画面，因为这些都是截图拍下来的，是静止的画面，是吧？那从上面《春风老人》那边一集一集的，当然其中包括了小说的翻译啊，那可能前后夹着那 video 的原来的影音，就是他那首歌曲的影音呢，前面或后面，那至少前面一则，后面一则。那我的东西在中间那一则，是我的翻译作品，是《燕子天涯》，离开台湾600米，这是客家歌。好，我们再看下去，OK 吗？爱恨留步，都心迷惘，这是陈淑桦的《失乐园》。任之意去，带君入港，这是闽南语歌。金安平的故事有没有？金安平，台南金安平，哼，是查无此钟，这基本上也是陈淑桦的。是字不是情呐，这是黄以玲的，是阿嬷请婆，是奶奶的情，是情书吧？是不是误认情字？那这个是曲终断肠。就那个4个字啊，这个抬头啊，都是小宋安上去的。那曲终断肠上面算的第二个呢，是江蕙的断肠曲吧？是不是？那基本上每一个部分呢，都有至少有三部影片。那其中一部是小宋自己拍的，是自己的作品呢，就翻译成英文的作品。那有的是中文翻成英文，有的是英文翻成中文。那大部分截至目前为止。就今天是6月9号，2017年的话，在之前呢，大概吧，40部左右小说的翻译作品呢，包括闽客、粤，还有什么闽南语、客家话、广东话、国语啊，或者是英文，互相对弈的问题啊，是做这些作品都是翻译的作品。是吧？泪痕满襟，上面第三个呢，是当年呢20、30年前那个傅娟所演的那部《国王与公主》，是不是？它的主题曲也是由陈淑桦演唱啊。基本上我们就进到每一则的里面了，看看详细的状况。粉黛沦落，是，这是苦海独行流，就是台湾的布袋戏。那你看看中间那一则，
上面有写安 GRE， 那就是安的作品所在的位置，前后加了他的引音呢，是不是？他可能不同版本的引音呢。好，基本上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文书天方的 YouTube 的位置。暗香看着，这是桂花下，由陈阳编曲的。当年陈阳是台湾非常有地位的一位电子音乐的是作曲家跟配乐的音乐家，是不是？这个主题是潘越云所唱的《桂花下》，是吧？那您看看我的作品在 NG 的那个地方，有写 N， 在一个 GRE， 那是在第二，是第二个嘛，对不对？前面后面都是桂花下，但是尽有可能的话，我用不同的版本呢，是不是？是暗香看着，我们就看下去。夜仰云汉，基本上这是看天河，陈永涛的客语歌，客家歌曲。那小宋这边稍微做个注解，那录进去的东西就基本上文字没办法再度修缮或更改，但是我的文字在那个 video 的下方啊，有可能做不断的更新呢、啊，说，所以它的文本呢跟 video 所录下的影像内容有些差距啊，你 video 录成了基本上没办法更动里面的内容。可是我在说明的文字的部分呢，我可以不断的修改，是不是？夜仰云汉，那小宋的作品在第二季里面，就 Milky Way， 我们看到安居这个地方，一人杳然，邓奶奶先逼是 ，Waiting and Waited， 是，那小宋作品在第三个，我们看到。笼中之影，是这应该有连着四部吧，那小宋作品在第二部的 Cage， 是不是？是瑞典古堡啊， An Eccentric Family， 是有机会的话，小宋用更理想的方式直接带各位到可以滑动的地方，直接到 YouTube 系统里面，因为我们现在看的都是答案的建制照片啊，是啊，像这个东西它就是啊，好，我去试新一组，明明白白我的心呐、啊，你看我的作品是在第二个8分24秒的，那前面跟后面的那个不同的版本，后面的是陈淑桦、陈荣的版本呢、啊，陈淑桦跟陈荣对唱的版本。那第一部呢是李宗盛的纪念演唱会，跟梁静茹的对唱，是不是？就有可能采取不一样的版本。来，各位听听，是啊，朝如日月，暮霭昏沉是黄昏，是罗文的黄昏 ，dusk。残伤柔魂，这是卢宝坤，也是布袋戏啊，是小时候的布袋戏。小时候呢，小宋所听的布袋戏，因为所有这些呢，都是只取小宋最有感觉的，或者互动的状况最频繁、最密切的。但也许您可以推荐，认为啊，不妨翻翻小宋，来，你不妨翻翻这首歌，这个我很有感觉。OK， 我也接受您的建议，您的提，如果可以的话，你把您的讯息留在我的脸书部分呢。我到时候如果说哎，我们有共鸣的话，我也许就是翻您所建议我翻译的那些东西啊，我所翻译的是你所认为你自己跟他互动非常多的，有深厚情感的，是不是？那虽然我们之前到目前为止大概40部左右翻译作品，那些呢就是找印象最深刻的，是吧？那小宋很有感觉的这些，是当然是找一些优先嘛，是不是？那陆陆续下来，那可能呢是挂一漏万，当然也是啊。卢宝坤，残伤柔魂，
这是安上去的标题啊，是吧？这只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啊，是吧？是小说作品的第二个，我们看到那个老孔群像那个当封面那一部安居，是这首是客家歌Tell by 以前的您啊，是啊，陈永涛唱的客家歌曲，后面那一部呢，看出来是合唱的部分呢，是、啊、是杨坤的无所谓，是、啊、安居音译中国歌手杨坤，是不是看到第二则？楼阁身影啊，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做的这个工程是目录的工程，那基本上就不是啊。有机会的话，我们做比较详尽的状况，把目录编得完整一点呢、啊，是吧？让各位容易记锁，是。那同时呢，对小说本身也可以比较能够运用自如，找相关的档案的时候不至于是啊迷迷糊糊的不知所以啊，是吧、啊？擦肩不语是秘密，是黎瑞恩的，是。逐鹿天下是中国大陆的三国那个连续剧的，是。那第一部跟最后一部分别是它片头曲跟片尾曲，那小时候翻译的是片头曲。我们看第二个，瞬间光华，安 ，GRE， Tale of Three Kingdoms， 这安的名字叫做逐鹿天下。是，这是王菲跟刘欢所合唱对唱的，是《笑傲江湖》。当初啊，金庸的小说第一次由大陆翻成荧幕的作品，就是 TV 八连档的作品，就是从这一部开始的，是《笑傲江湖》，是大陆所拍的金庸武侠剧的第一部，是啊，初试音体之作，是。那之后呢，就越多了，是吧、啊？越多元化越丰富了，是吗？那小说第二个地方我写的安居天荒地老，是不是？那就是小说的翻译作品所在位置。那有时候因为网上的资料它只有一个版本，但是没有太做太多的功夫，那早就是要非常花精神了。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是前面一段后面一段都一样的，这一样的影音嘛。像上面画面上看到这个《射雕英雄》是吧，天地都在我心中啊。那第一部跟第三部都是同样一个影音呢，是啊，因为找不到其他的版本啊，是啊，那个时段点的。红尘有你，这是尘缘，罗文的尘缘。当年呢，看1988年。八月桂花香是，好、哦、可以的话，我们来找找看，待会就来找看小宋四看看，来翻那个《末代儿女情》，OK 吗？《末代儿女情》跟《八月桂花香》是，都是那个时间点的，前后没有相差多久吧？是1988是30年前了，是不是？是吧？是30年前左右了。那小宋的作品在宛如秀底风 ，and English and you， 是看到那个举着一个伞的那位少女，是不是穿绿色衣服？那是小宋的封面啊，作品的封面。这是张国立啊，是康熙，是啊。叫做哦，《康熙微服私访记》，是不是？那小宋作品在《千古帝王》那一则，10分25秒了。Cherishable， 真情最美。那这个作品就不是最近这两个月来的作品，这是旧作。啊，重新把它搬到这边来，你们看到
他基本上第二则就是9:08那一则，是作品79女人花，但他上传的名义不是文殊天方，而是宋安 Angel Faber， 是吧？就表示他是旧的，是吧？可能是去年的，是吧？但不包括在我们近两个月所拍摄、录制或者写作的部分，是吧？这是梅艳芳的《女人花》。大道飘扬是周杰伦，《红尘客栈》。第二则那个那么大的一个夕阳，前面还有一只马匹的那只那一则8:11的是小宋的翻译作品，那大概也是一两年前嘛，旧作了是。基本上这当然也是旧作，大家熟的话就知道了。《无悔情缘》原先是莫言所写的中文版。那到是2014年嘛，一相差就落差了3年了嘞，是不是？那当初啊，小时候摸索翻译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啊，还有一些技巧跟表达的方式，是慢慢摸索出来的，是。那之前的经验对之后的翻译啊，当然是裨益良多，而且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跟比重。尤其是修缮的这个经验啊，那都是慢慢累积来的。小时候没有经过学院的训练啊，用自己的方式慢慢的探索，爬书。小时候自己本身对那个音乐、那个节奏、那个旋律的感觉是，再用可以的话，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翅膀 ，A Dreamer， 就像这一篇也是，原先是4位吧，还是3位，台湾的现代诗人所写的中文诗，然后小宋就把它翻成英文了，是这个东西琢磨非常久啊，是。留你水中诗与空中诗音，是。还有吗？是悠悠苍天，这是《诗经》的小雅的笔蜀离离，笔迹之和，行迈靡靡，中心遥遥。我怎么把它翻成英文，而且用英文来解说，它究竟是所指何物，所述何情，呵呵，是不是？那前面连那个引音 sens， 神思者吧，安敦，那是非常非常动人的音乐啊，是啊。那我的作品在第二个，那作品19，那您看看它的编号作品19，那其实之前呢、啊，那 YouTube 有一段时间扣押我的 YouTube 影音呢、啊，那在那之前呢，小宋本身做了大概90则作品一到九作品90则的回顾啊，是啊，那个时间点呢、啊、是、啊、就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1月份吧。到2月之间呢、啊，后来 YouTube 影片全部都归还给小宋本身了，是。那有前面有安作品多少的，那表示他是作品就是压制前后，是整理所得。OK， 这地球人1-10，其实已经到11了，这到13了。作品一到作品十三，作品十三就是地球人的专辑，就是地球人是。那如果您要网查的话，就打地球人一到地球人13。那您要注意，您用阿拉伯数字可能找不到，你一跟13一定要用，我们中文的字啊，1到10，1234567890，这样，一定要用中文的字，而不能用阿拉伯数字。那地球人一。到13之外呢，后面再加打个括号，我们看到下面上来第三个 NGERE 括号起来，再打地球人三个字，那您一定找到小宋的位置，否则您就找不到了。是，基本上这是以 science fiction 所谓的科幻小说的角度切入的。
家人难在，这基本上这不包括在，是啊，最近两个月来所完成的成品之一啊。留恋铜雀楼，还有中文的释文，倾国之力，动员三军，是不是？这是主要是围绕在江淑娜所唱那一首《情字》。那前面连的影音是中国大陆的电影啊，是，它只有四分半左右吧，是不是？张艺谋所拍的片，呵呵，是不是？这是陈升的 Vivian， 是因为找不到其他的相关的影音呢，就像前一部后面一部是一模一样的影音呢。纤纤河水基本是丛永涛所唱的客语歌，那小时候把它翻译英文。OK， 这首就是由英文翻成中文了，不再是音译，而是中译的部分了。翻成中文哦，各位请注意。如果英文你有隔阂，那您不妨看看我的中文翻译 ，OK 吗？把英文翻成中文，而且是这些歌曲呢，我所挑的基本上都是安又是所非常熟知的韵律 ，James Ingram 是不是 ？100 Ways。Sexual healing 是爱的药方，机体疗愈。Marvin Gaye， 这就翻成中文的部分。好的，一个暮暮与朝朝，这边又回来了。心不了情，安吉是这个好连的五部嘛？我们看到左上左边中间的地方就写五部影片，前后就连了，其他的四部都是心不了情，但不同的版本呢。可能是外方在不同时空点所做的 performance， 是演唱会有可能吧，是不是？当然了，那有的是因为有考量到他同时在影音出现的时候交代一些内容的精神呢，就非常有戏剧性呢，是一点点，就是一遍联系在一起，暮暮与朝朝。 OK，我们到这边就暂告一段落，是啊。现在时间点几点？现在是2017年6月9号周五，再过四分钟就是凌晨三点钟，2017年6月9号周五的凌晨，快要三点整，好，这段过去。